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就去个大自然里面，我们除了个鞋啊在那些草地行走下这样呢就可以做到个接地气。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呢，其实现在市面上呢已经是有一些接地气的产品呢，在我们的健康店呢已经一路呢有很多的客人呢就是买了回去家里呢，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气的治疗了。接地气产品呢可以在我们六创意的健康店可以买到的了，联络电话是2882-4848。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啦，今次的疗剂 Scutellaria lateratifolia Scutellaria lateratifolia Skullcap Skullcap 好多人如果 用 西草药的人呢 都应该都懂这个疗剂 Skullcap 黄芪。咁喺个传统上咧，黄芪咧系一种安神嘅草药嚟嘅，咁可以话咧一种神经嘅镇定剂吓，对一啲紧张性嘅恐惧啊，或者嗰、那个诶、啊、个人过度紧张啊呢类嘅主要嘅症状，咁亦都会系用喺一个肌肉嘅抽搐啦，我哋叫舞蹈病啦，啊极度不安啦。咁从嚟因为嘅，同埋加上咧就攰吓，个人可能长期嘅疲累啦，啊个人好软弱嘅感觉啦，好不安啦，个人好妥倦，亦可能亦都系因为嗰、那个流感之后咧，个人嗰、那个精神上神经系统特别虚弱，个人咧神经性嘅紧张吓，有些细路仔吓出牙嗰阵时候咧，哇特别好似好紧张啊，好不安，好紧张。咁呢个就系个黄芪嗰个应用嘅地方。好啦，另外嘅咧就系嗰、那个心脏嘅毛病嘅不适啊，有我叫 tobacco heart， 即系可能食烟多吓、啊，导致个心脏嗰啲不适不安。咁好多时候咧喺我哋用喺一啲睡眠嘅问题啦，啊睡眠嘅不安啦，因为紧张啊情绪啦，导致瞓唔到觉啦。或者瞓觉嗰时候咧，好多啲嗰啲惊梦啊咁样样啊，歇斯底里啊，个人好紧张吓，有细路仔吓，好紧张，瞓得唔好啊咁。咁呢个一个好常用嘅草药嘅，咁应用一啲可以简单嘅叫做神经嘅镇定剂。袁医生刚才介绍了的同类疗剂，觉得适不适合你自己用呢？是不是就是你的灵丹妙药啊？需要的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在
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48，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